包子们，你们有谁玩过蛋仔啊？你们最喜欢哪一款皮肤呢？这是要自己 DIY 蛋仔，好多表情啊！哎，这个表情好可爱，啊，这个表情很像派大星，还有这么邪恶的表情，我先选派大星的吧。这是他的手，哎，这个手粉粉的，很像派大星，还有这么多种颜色。哎，这边捏着小拳拳，很像叮当猫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粉色，哇，这个看着好粗壮呀，不太合适。然后，哎，这是个小短手，这个很像派大星。哇，怎么还有这种鬼爪子啊，好吓人。还有哪里？还有这个，这个怎么那么像耳朵啊？算了算了，还是刚开始挑的这个小短手吧。再选一下它的脚，这个粉色。还有别的合适的吗？哦，这个还有个小尾巴，这个不太像派大星了。然后这个腿太粗了，哎，这个很像派大星的腿。然后再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给它身体上颜色，再选一个粉色的。下一步呢？哇，好可爱的东西啊！这个背带裤太可爱了。看这个才是派大星的裤衩子吧，给你穿上。下一步呢？嘎哒嘎哒，选头饰，这个小兔耳朵好乖呀、啊。这个很像天线宝宝，这个小帽子呢也很乖啊。这还有奥利给，这也太搞笑了吧。